盖棺。 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把他给拉起来！不要管我！放开我！吴斌，我来了！不要动我！吴斌，不要！ 吴斌，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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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开
盖棺！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不要走！等我！吴聘已经下葬了。听说吴聘是旧伤复发的，不会追究到星儿吧？就算追究，也应该先追究沈月生的死。沈老板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诉状已经到京城了，吴家东院快保不住了。吴聘死了，一命抵一命，也差不多够了。够了？我们沈家没了个儿子，吴家东院没了个独苗，我们两家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杜老板，不如就这样吧。怎样？
我想收回那张诉状。收回？啊，沈思海，当初是你求到贝勒爷门下，要替沈月生报仇的吧？是是是。可现在见你离弦，你却说要收回，你这不是在耍贝勒爷吗？杜老板，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沈老板，看在我们是金阳老乡的份儿上，我实话告诉你，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，已经没法回头了。如果你还这么三心二意，我怕贝勒爷要转向吴卫文了。没有没有，我绝对没有三心二意。那就好。沈老板，我告诉你，大戏马上开始。我这几天都过得提心吊胆的。吴聘都下葬了，你还担心什么？那宝来会不会？宝来又不傻。你说吴聘死之前会不会把他知道的都告诉吴卫文呢？要是吴卫文知道，早就有动静了，还能到现在都不查你啊？也是。你就踏踏实实的在三元点当行待下去吧。婉儿，你说我们俩干的这一切，老天爷会不会？老天爷就是要罚也是罚我，所有的主意都是我出的，跟你没有关系。老天爷要罚就罚我吧，婉儿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怎么样都可以。还没吃。四叔，你再去劝劝。还记得我们这一路走过多少地方，见过多少人吗？这十几年来，我们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走，好呢，多留几天；不好，连夜都不过。哎呀，这一路啊，见过无数的人。合得来，多喝几杯，话不投机，扭头就走。可是最终，我们还是要走，从不回头。其实我们所有人呐，都是过客。你看啊，夫妻、妇女、君臣，早晚都得散。只不过是早几天晚几天罢了。
时间内早晚都要散，所以啊，聚的时候就要卯足了劲的开心，等到散了呢，谁也别惦记谁，各自往各自的下一站奔，再找新的开心。生离死别，人之常情。你就是再伤心，那吴聘他也活不回来了，还白白的糟践了自己的身子。不如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至少不让身边活着的人再为你伤心吧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